来，哥哥们，你们这样吧，咱们点一波关注好不好？有很多宝贝那个关注掉了，我们把关注冲上去好不好？哥哥们，给蓉蓉没有点关注的哥哥们点关注好不好？我们马上一曲光脚版的科目三给各位宝贝们献上，你们把关注点上，没有点关注的一会儿会主动被淘汰出去的啊，宝贝们好不好？点关注，爱你们哦。蹲那儿拉屎吗？哈，你怎么知道呀？蹲这里在去皮儿啊，在去皮儿的各位。你是来拉屎的吧你？来，你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。哥哥们，把关注点上啊！来来来，我这个鞋一会儿穿要穿半天。那你要不离我近点吧，小峰。哎。光脚版的科目三疼死我呀！你们想。啊？好冰呀，地上。好了。OK， 我怎么脱了鞋？ Okay 啊、感觉我好矮啊。啊，你已经很高了。是吗？我矮不矮？主要是我没站你跟前，我站你跟前显得你高。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。要拐脚呢，是不是？一。那我试一下，有点疼，这地上贼硬嘞。大哥，他这个拐脚板的科目三，你们觉得满意不满意？我跟你说，前面能拐，后面就特别疼，就感觉硌到那个石头上面。满意的话，你们扣666；如果觉得不正宗、不满意，你们打个不，好不好？不行啊，不行啊！如果不多的话，我们来个小惩罚啊！那、哎、怎么不是吗？还有这一套，你可没提前说有惩罚啊？那就咋了？有惩罚你就好好跳，没惩罚你就糊弄我。不是，你这话的意思不是很明显吗？不是，就是我这个脚主要是太疼了。你看，不都是不，那是热。没点关注哥们，咱上方加号点一点，有能力大哥给咱送个粉丝灯牌。那这会儿咱们来个小惩罚。啊，惩罚什么？来，那我问一下各位大哥，既然他跳的不满意，咱们先惩罚完了之后，让他再来个才艺，好不好？不。好的话你们打个好。不好。好的话你们打个好啊。肯定不好，这太，把蓉蓉用的太扎实了吧？我的天哪！兄弟们，给我点点关注哦！关注没有点，感情走不远哦！不点关注，以后就刷不到我了。好是吧 ？OK， 那是这。我先扣一下鞋。那咱们小惩罚还是体能惩罚，咱没有别的小惩罚啊。哎呦，夏天到了。体能惩罚有什么？有俯卧撑，还有高抬腿。俯卧撑的话，你们就打俯卧撑；高抬腿的话，你们就扣666。啥意思？你这明摆着让人扣666呢？那不一定啊，万一评论区都是俯卧撑呢？万一俯卧撑呢？夏天到了，我都感觉我的脚现在已经变臭了。啊，666多啊！哦，好，666是什么呀？